什么是职业人格？职业人格是指人作为职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所应具备的，它是一定的社会制度、物质经济关系、道德文化、价值取向、经济素养、精神素养、理想情操、行为方式的综合体。它既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，又是人的职业素质的核心部分。职业人格是一个人为了适应社会职业所需要的稳定的态度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的独特结合。职业人格由个人的生活环境、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。